11月3日是演员宝剑锋的生日，其娇妻在微博晒出全家福，并送出祝福老公生日快乐，宝剑锋随后甜蜜回应，一家人幸福是我最大的快乐。照片中一家三口相互依偎，爱意满满，罕见露面的娇妻温婉知性，儿子活泼可爱，网友也纷纷为宝剑锋送上生日祝福，小奶意越来越帅了，宝哥生日快乐，永远18岁。宝剑锋不仅具有阳光健康的外形和出色的演技，而且他为人还很风趣幽默。宝剑锋是个棱角分明的男人，面庞里时时涌动着绅士的内涵，他的眉眼总是挂着阳光健康的微笑，掩饰不住一股清新的灵气。他谦和亲切，容貌里透露着浑然天成的儒雅与自信。一部18岁的天空让宝剑锋气宇轩昂，雅人深挚的气质一览无余，更是让观众记住了他那张柔和却又富有张力的脸。